CTBC Bank is Taiwan's top financial institution, but we're not stopping there. We're moving forward,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and marking new milestones with our clients. We're broadening our business, garnering assets and stature in every market we enter. We're crafting an international brand, giving you global insights and opportunities. We embrace innovation. With our pioneering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trong operating performance, we stay ahead of our peers and earn recogn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we've grown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we've helped advance Taiwan's economy. We fulfill our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investing in our community through charitable and sports programs. And as we move forward, we're also moving farther abroad. We're developing a global financial platform, connecting with major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round Asia and the globe. CTBC Bank is your partner. We're by your side, ready not just to face the future, but to embrace it. Sheila， 我是 Berbida 台湾印尼侨生联谊会的代表。我是李，主持人，我是 Jane， 是台湾 Boba 在台印尼交流 Podcast 平台。欢迎大家来到 CTBC Live Talk Show Build Your Career。这次的直播呢，对大学生或是对于未来非常迷惘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哦。你觉得呢？嗯，我同意。特别是像我们快要毕业的学生们来说，找工作对未来还不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关于在台工作的实践。那我们就直接欢迎今天的 speaker， 中国星座人资部的主管Darren经理。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啊，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嗯，那在那 Darren 先生可以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吗？好，没问题。首先啊，就是这个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的参加这个台湾 Boba。 对不对？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跟这个印尼这个侨外同学，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互动，也不止印尼啊，就是其他国家也是。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那我们今天还是会用这个中文来进行，不过我要先用这个印尼文来跟大家打招呼哦。现在早安嘛，Selamat pagi，我现在在这个中国信托担任HR 的主管，然后我负责的领域是 Talent Acquisition， 也就是 Recruitment。 跟 employer brand 哦，我们在做很多这个 HR 行销的这个活动。那过去在这个金融业之前，其实我也曾经在 FNCG 哦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 然后还有这个energy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都有待过哦，所以我跟过很多不同领域的这个专家哦，然后学生都有互动过，我也很了解这些台湾籍或是外籍的人，如果想要在台湾工作的话，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有一些问题。 哦，那我希望今天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啊，然后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你们现场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相信应该你们可以在线上发问。那待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给各位。嗯，哇，真的很厉害，好厉害哦。那这位Darren先生呢，不只是主管哦，他而是。
中心的主管可以说是人生胜利组啊。那大家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的 agenda。那直播呢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 Darren 先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他的工作经验。在第二个部分，我们会Darren 会回复大学生问的问题。然后呢，在最后的一个阶段 ，Darren 先生会跟我们解释一下关于面试的三大错误以及三大成功的因素哦，真的很重要哦，所以要听到完哦。好，那 Darren 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吗？我想应该是准备好了。OK， 那我现在就直接开始第一个阶段。好，我会问你怎么可以进中国信托台湾最好的银行呢？哇塞，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这是今天应该是最好的问题啦。哇！其实很多人在问这个要怎么样进中国信托，也就是 CTBC 哈。不管我们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学校去做巡回的时候，不管台湾的学生或者是外籍的学生，甚至我们在跟海外的同学去做海外的大学去做互动的时候，也有非常非常多国际的学生对于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规模在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的这个financial performance 也非常的好哦，所以但是呢，过往其实常常有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好想进这家公司，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我也觉得我好像没办法进。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念的不是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啊，或者是国际贸易啊、金融啊、保险相关的科系，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没有机会进金融业。但其实这个答案在十年前。确实大家会这样回答，不过我觉得在现在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多的 limitation 了，也就是我们欢迎各种背景的同学来进到中国信托，不管你是念资讯工程，你是念物理，你是念化学，你是念数学统计，像这样子的人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金融业这个 banking industry 跟过去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new technology 进来， fintech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类似像这样子的技术都已经进来去改变了金融业，那再加上这个外部的环境也有很大很大的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甚至有很多念这种文学念传播像这样子的人其实都非常有机会进到金融业里面来。那也有一个问题，就同学常问说，那除了这个背景，我的这个个人特质怎么样才适合中国信托？每家公司都有每家公司不同的文化，不过在中国信托我们都跟同学这样子沟通，你必须要是一个 smart 的人。那 smart 的人不是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 smart 代表了五个特质是我们想要的。 S 代表 savvy， M 代表 mobility， A 代表 ambition， R 代表 resilienceT 就是 teamwork， 所以如果你具备这五项特质，我认为你已经一只脚踏进中国信托了，然后接下来要经过这个面试啊，经过甄选啊等等的。不过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大家不要去局限自己啊。我们今年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实习生哦，特别是这个我们今年有特别开了这个侨外组的实习生，他们很多人其实也不是金融相关科技背景，不过来到我们这边他也有很好的发挥，而且经过这两个月公司给他们很多的这个工作的磨练跟机会，其实两个月之后他们其实也成为了一个金融业的专家，都已经可以去研究这个东南亚的 FinTech 的市场啊等等的。待会我们可能会聊到，因为今天主持人好像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首席实习生哦。哇，所以真的很多机会可以进金融业。没错。OK。啊，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上画面上 QR code， 还是填 description box below 提供的 Google 表单。然后呢，今天的对谈是不是很精彩呢？可是我们还有邀请一位 CTBC 的另一个 HR， 就是 Sandra 小姐，她会跟我们解释一下关于侨生的 recruitment。那我们先请 Sandra 小姐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TBC Bank 的 HR Sandra。对，
Hi Sandra，我听说今年你有办 IC program， 没错，我也参加了 IC program。那你可以告诉我们 IC program 是什么呢 ？OK， 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今天会参加这个 webinar， 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信托 IC program 的负责人。那这个 program 是针对侨外人士，也就是像侨外生或是外籍生的同学们，或者是已经毕业的要找工作的同学的一个招募的专案的计划。那 IC 代表其实就是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ast Asia， 也就是国际跟东南亚的部分。那因为中国信托呢，其实是在做全球化的布局哦，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在像我们在各位的国家印尼当地也有设立我们的子行的部分。那在其他像是泰国、越南等等地方，也都有设我们的一些海外分支机构。但是我们非常欢迎侨外生，像各位镜头前的各位，还有两位主持人，还加入我们中国信托的行列，发挥你们的当地的文化跟语言的优势，来协助我们中国信托呢可以拓展海外的市场。那如果各位也想要在台湾的金融产业顶尖品牌的话，发展你的 career 的话，也非常欢迎加入我们。对，那有哪些方式可以加入我们呢？那第一个，假设如果你还是在就学，你还没有要毕业的话，我们今年推出了暑期实习的部分，那有收到非常多国家的同学来应征，像是印尼一定有的，然后在印尼是最多的，然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等的国家的学生也都有申请这样的计划。那像是 Pavita 同学也是非常多的应征者，像是我们的 Jen， 上礼拜还结束我们在海外个人金融单位的实习，那对有协助研究FinTech 的市场， FinTech, 对对对，对对表现得非常棒，那主管也收到了给我们很多就是很好的 feedback 部分。对，那如果假设各位也还没有要毕业的话，明年还没有毕业的话，想要找暑期实习，那欢迎关注我们2021年的暑期实习计划。预计会是在明年一月初会开始做招募跟宣传，那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一些官方社群或是网站的一些消息。对，那另外第二种方式的话是，假设各位已经毕业了，想要找正职工作或者是要转职的话，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也就是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会办一个就业媒合会，就是 job fair。job fair。对对对 ，job fair 的部分，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去可能去应征我们的 full time job 的工作。那这个消息，活动的消息的话，大概会在下周会进行公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在扫一下画面下面的这个 QR code， 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会再透过 email 的方式，将这样子的活动讯息，或者是之后 IC program 的相关讯息，都会再转递给大家。那也是鼓励大家追踪一下我们的 social media， 就是像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或是 Telegram 的部分的话，还有我们还有 LinkedIn 啊， YouTube 都有，就是非常多的频道，那欢迎大家持续的追踪我们的消息哦。对，好，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就是由我 Central 这边来跟大家说明 IC Program 的部分，那就期待接下来可以在中国信托见到大家喽。好，我很想申请哦。那赶快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们这边也会主动联络你们的。这个 IC program 我已经参加了两个月的 summer internship， 真的很好，然后福利也很好，可以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太棒了，谢谢你。谢谢 Sandra 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很申请 IC program。然后呢，大家接下来我们有三分钟的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呢，大家会欣赏接下来的影片，影片里面有他哦，要看哦。对啊，有精彩。因为今年的 Summer Internship 其中有四位来自东南亚国家，然后接下来的影片是东南亚学生跟台湾学生一起交流，所以欢迎你们看看。基本上都在 more can back and make more can make
是那个全部都是你的。对，全世界人口排第三。Sadly, in Malaysian food, we also have it in Indonesia, but we add the peanut sauce. We use English mainly for formal occasions, and we just speak Tagalog or Filipino with our family.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边也是吃，可能刚开始吃的时候会觉得哦好吃，但是吃惯之后也是味道都一样。但不是吹家里的人气，就是用外面的电炉这样子。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我结婚生小孩，完全没有这些念头，然后就很好奇是不是跟台湾这边风俗不差很多。But when I came to Taiwan, when I was in dinner, there were like several people who missed the truck and they have to drive the motorbike. So it's just like, I just wonder why.大家又是我和 Jane 在 CTBC Live Talk Show Build Your Career。 在这个阶段呢，别人会回答同学们问的问题，那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就给别人第一个问题。如果像我们大学生要在台湾找好工作的话，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好，其实在台湾找工作，我觉得跟其他国家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雇主跟HR 因为文化的关系，因为传统的关系，所以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比较不一样。那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当然你的履历表，你的履历表是在国外我知道很多人是会写 one page 的这个 resume， 可能用英文或是用当地的语言，但是在台湾它有一个习惯看的格式，所以你要放什么身份证字号啊，有些公司还会要求你要放照片，然后上面可能还要再给一些这个你的这个家庭成员的资讯等等。那这个对于，我觉得对于非台湾的人，有时候大家会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不过没办法，这就是文化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那再来就是说，有些公司会有既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application form。那可能也得填，所以很多外国人，然后不管是这个东南亚或是外国人来台湾，他会发现说，我是已经写了一份了，那怎么又要再准备一份？不过通常在台湾的习惯就是，你自己会写一份，但是你另外公司那份也得填，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有些公司会要看，在台湾的公司，特别是这针对毕业生，其实蛮多主管会想要看一下自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 biography。那我觉得也是有它的道理啦。为什么？因为刚毕业嘛，其实你没有什么工作的经验，但是你可能有些社团的经验，你可能有些家庭的这个过去，在你的这个国家可能有做过一些事情，可能很有趣等等的。那自传里面有时候就会比较 free format， 就可以去展现自己。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干嘛告诉你我的这个生平啊，发生什么事情，家里有几个人啊等等的。但是在台湾确实有一些公司会要求这个东西。那再来就是成绩单啊，我想这个在每个国家大概都会看一下，就是 proof 说，你的 GPA 是多少，你修过哪一些课，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然后证照，在特别是如果你进金融业的话，其实金融业会想要看一下你有没有考过哪一些这个 certificate。 OK， 你要先考，或者是你如果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 certificate， 你也可以附上来，就是给他一个 copy， 然后让他知道说，我有这样的证照，他们看一下。那我如果你是做例如说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可能会有一些作品或者是做设计的，那你自己的 portfolio 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想要呈现的形式，不管是 PowerPoint 不管是用网站或 website 的方式，可以，这个你也可以去呈现。然后像我自己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准备一份我的 portfolio， 因为每年毕业的同学很多，那一般来讲给毕业生的这个职位本来就不多，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的职位里面 stand out？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就是我第一眼我就抓住他的 eyeball， eye catching， 然后他就会想要继续往下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啦。那这两年我觉得蛮在台湾开始越来越流行，就是大家都会 create 自己的那个 LinkedIn 的 profile。所以我
对 ，LinkedIn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要有一个这样的 profile。为什么？因为现在的 HR 都会去，像我自己要看，我就会去查一下，哎，这个人的一个 profile。那 LinkedIn 的上面其实也可以放很多资料。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帮助的，因为那是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 network， 所以你可以放你在 internship 的照片，哦，你过去参加过什么活动，嗯、哦，然后上面有一些 description 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也会有帮助的，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是专业度提升啊，要不然，这个刚毕业老实讲，你要有很专业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你有参加过一些 competition， 哦，那你也可以附上哦。那我觉得最好就是要有照片哦，甚至要有一些影片。为什么？因为写大家都会写，要吸引人。对，但是哎，你看到那东西哇，就觉得哇，非常的 convincing， 哇，这个真的上台领了一个什么奖啊，一个什么证书。我觉得这个都会有帮助啦、嗯哦、那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大概会比较大家会比较想要看到这些我觉得是蛮 extra 的这个 supporting document 去 support、嗯、这个可能跟我不确定在印尼啦、哦、但我知道在台湾以外的国家其实很多雇主其实不会看这么多的资料、哦、不过在台湾我觉得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就是没有问题、嗯、OK OK、嗯、所以需要准备好你的 LinkedIn 然后 CV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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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那我们到接下来的题目哦。那当 HR 们在录取新员工的时候，通常会看他的什么特质呢？就是说成绩单，还是丰富经验，还是他的组织？好，就是这个延续刚刚那个第一题哈、哦，就是刚刚你是准备哪一些东西？那接下来其实 HR 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背上这些东西去判断一件事情。我想知道这个人有没有 potential、嗯、因为为什么？因为刚毕业的人他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所以他其实很难去 prove 说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但是我会背上他给我这些东西去预测，去 predict 这个人可能未来有没有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我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我就会请他来 interview。 那我在这个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我会再去 verify 说哎，我的假设，我的 assumption 是不是对的，我对这个人的判断是不是对的、嗯哦、那确认说这个人真的是有 potential， 确认这个人真的是来这边之后其实可以继续去 grow、嗯、因为刚毕业的人其实就是没有经验、哦、所以对、嗯、我觉得对很多公司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赌注啦、哦、就是一个 bet、嗯、就是我压在你身上，我把这黑抗压在你身上，那你有没有办法 perform， 你有没有办法在一年、哦、甚至是更短，半年六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开始 deliver 你的这个 result、嗯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另外我觉得最近大家常常在聊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字、哦、这个我觉得听起来就很酷，就是 workplace superpower。 哇、哦、superpower superpower 不是这个 Marvel 里面的那些这个英雄的 superpower 的话，就是你要在这个 workplace 里面，你要 survive， 你要很好的表现的这个 superpower。 那我自己也归纳了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给大家思考。然后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第一个5 C， 哦，5 C， 五个 C。第一个我认为是critical thinking。哦，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存在在这个能力，但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每天接受到太多的 information， 对，那你也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现在的这个这个节奏，这个世界上改变的每件事情改变的这个速度又很 快，所以如果你这个能力不够强的话，你很容易就 sick， 你很容易就哎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你会迷惘。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communication 很重要、哦、不是只有 written 的 ，oral 的 communication、哦、然后这个 cross function 的 communication、哦、你对你的主管、哦、你对你的这个下属、哦、你跟你的 peer communication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而且现在 social media 又越来越发达，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哦、你怎么去，甚至已经到了这 communication 已经到了这个 branding、嗯、personal branding、嗯哦、你要怎么去position 你自己在这个 place， 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 collaboration 也变得很重要、哦、特别是以前、哦哦、可能都是在这个 COVID-19 以前、哦、大家都会来上班，现在没有，现在可能大家都是在家里、哦、work from home, remote work， 那你 collaboration 的这个能力强不强、哦、你有办法去 coordinate 所有的资源，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上面。那第四个 C 是creativity、嗯、
creativity，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这 creativity 不是说我做 design 的工作，所以我才需要这个 creativity，我做 marketing 的工作，我才需要 creativity，我觉得这个 creativity 在讲的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找到 resources 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 creativity 的，所以这是第四个 C。 那第五个 C 我觉得很重要，composure， 你有没有，你每天在面对，就是中文就是这个沉着冷静，你有没有办法每天面对这么多不同的事情，每天面对这么多的变化，例如说现在刚讲 COVID-19 嘛，其实 COVID-19 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像你们今天很多这个印尼的同学，也留在台湾，那我那时候今年五六月的时候，应该说四五月的时候，在跟这些同学接触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蛮多人都蛮彷徨的，蛮紧张的，我到底暑假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回印尼，我接下来有没有办法来这边做 internship 等等，但是我其实在中间看到很多人其实很 calm，他其实是很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在特别在这个职场变动速度这么快，我觉得这个能力也很重要。所以这五个 C，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然后 creativity， composure， 我觉得这五个 C， 我认为是现在整个的 workplace 的 superpower 非常重要，送给大家。哇， workplace superpower， 大家别忘记别忘哦，五个 C 哦。所以现在就进入第三个问题。OK。在台湾除了104和1111，还有没有其他找工作的网站？好，这几年呢、也有很多很多新的网站出现，不过104确实现在是在台湾就是最受欢迎的网站，找工作的网站，所以我们也去做过调查，大部分的同学不管是有经验没有经验的，都还是会先到104然后111然后 yes 123，这个常常在做广告，那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channel 啦。Okay. 那其实现在新的 channel 更多了，像Google 其实已经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它的 search engine 其实也可以找工作，它会帮你把所有的这个 job sites 的资料、combine 在一起，所以 Google 也可以用。然后有些公司也会用 Facebook 现在也有这个找工作，那LinkedIn。LinkedIn 这个我觉得也在台湾也越来越多公司使用，所以 LinkedIn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会蛮推荐，特别是如果你想找一些比较 international 的公司，MMC 的公司，那 LinkedIn 上面是有机会的。那另外有一些比较新的在台湾，例如说YourRater， 他可能在找的是这种 startup， 你想要找这种 high tech 的公司，YourRater 这个是可以找。Kick Resume 也可以，Kick Resume 也是一个蛮新的平台，那我不是在帮他们打广告啦，是你们就会有一些，为什么会讲这些？因为中国信托在上面都有 post 职缺、okay. 所以这个都可以。那还有像什么 Indeed， 这个也是这个比较国外的平台，但在台湾也有一些有些人是在用的啦。可是国外像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像什么 Glassdoor， 对，那个在台湾就比较少。对，所以我前面讲的大概都是在台湾你可以有机会用得到的平台啦。Okay. 那除了这些线上的以外我觉得在台湾其实现在现阶段我还看到蛮主流，就是会去做校园的招募的活动所以就去办一些这个说明会然后台湾大学每年都会，大家所有公司会去这个台湾大学办这个校园招募的活动然后我会蛮推荐，其实同学都应该要去看看的。为什么？因为你去看，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是他有没有工作是 fit 你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化那个感觉是不是你想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你跟他们的 HR 跟他们的主管跟他们的同事接触过之后，那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你要那另外最后一个不好意思，我还要再讲一下。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长姐。学长姐在台湾，因为台湾真的不是很大所以不像印尼哇，是什么大的这个很多人这个终其一生都没有去过印尼的其他的岛像你们应该都是待在你们那个区域嘛。但在台湾不一样，台湾就是从南到北就这么小所以。
其实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个过去的经验啊，每家公司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听过，特别是比较知名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其实学长姐是蛮重要的。如果对，你可以去问一下他们，然后了解更多，那甚至他们可能有机会可以介绍你们这些工作的机会。推荐、okay.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参加说明会吧。参加说明会非常重要，对，中国信托有办很多的说明会，好，所以要 follow 我们的这个 Facebook、LinkedIn、Instagram， 这样就会知道了。没错。CTBC Careers。Yes。那就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选履历的时候、通常你们会最注意什么东西呢？好，写履历的部分呢、其实你在网络上面其实都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我这边又归纳了另外一个5C 要送给大家。第二个五 C 哈，第一个我认为呢，你在撰写履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或在其他国家都一样。第一个 C 是 clear， 然后你要写得清楚，然后那 clear 不是说很干净哦，是让人家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很清楚，看得懂重点在哪里。Okay.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 boldface， 你可以用这个字体 font 去做调整、然后一些排版，让人家觉得说哇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你的 first impression、那第二个是 concise， concise 就是重点，你要写出重点，不要就是哇这个写一件事情，然后后面就花了很大的这个篇幅去描述啦、因为大家阅读就会很辛苦嘛，然后你觉得哇好像很多很多不是很重要，不是这么 relevant 的 information 在上面，其实是没有帮助的。那第三个是 correct， 也就是 correct， 为什么讲 correct？ 其实有很多毕业的同学啊，常常犯的一个问题是他连他自己的毕业时间都会写错、明明今年2020年毕业，然后他就写了2021年，然后你问他，他就说啊对不起我写错了。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在哪一年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要写得很清楚，因为HR 都会去看，真的很认真看哦。然后来 interview 的时候就问你说，你请问你这个时间是为什么？那你会发现说，哇，我写错了，那就你自己也会很尴尬嘛，对不对？第四个 C 是这个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也就是你必须要把事情交代清楚，例如说。你很多人，例如说我拿了一个什么 competition 的第一名，他就说我曾经拿过什么什么东西第一名，然后就也没写了、然后来 interview 的时候，哇，这个主管就会觉得哇好有趣，我想问一下了解一下你，问你为什么拿第一名，你在里面 play 什么 role， 结果呢他就说没有啦，这个里面有大概有20几个人，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成员，然后我在里面都是负责这个订午餐啊，他就是都没有交代得很清楚。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description 应该是你要讲得很清楚，你扮演什么 role， 然后呢你中间做了什么事情，你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怎么去 solve 那个 problem， 然后最后 result 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些重点写出来，人家就会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是 comprehensive。那第五个 C 啊，我觉得很重要 ，considerate。You have to be considerate。为什么？你在写这个履历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自己看哦，可能要给很多人看。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写这个履历的时候，他都用自己的观点，就觉得，我这样写我看得懂。可是其实你要想一下，其实对别人 HR 看不看得懂？对。HR 看了，开心。那你就会有机会，面试的机会就会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己写，你觉得你这样的逻辑，你这样的架构是只有你自己看得懂的，那我认为啦，我认为很少会有 HR 有这么有耐心。在台湾呢，台湾之前常常在报道，就说这个 HR 或者是主管看一份履历要花多久时间？你们猜大概看多久？一分钟。对，各种调查都有，但是确实就是很多大家都一分钟。甚至还有人讲哇，10秒、20秒，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快、不过确实，因为你要想我们招募一个位置，我可能要看50封履历。对。那如果我每封都看20分钟，因为我要了解你在写什么，然后你东西又写错，我还要打电话跟你确认这东西到底对不对？那你觉得他有这么多时间吗？其实是蛮困难的，特别是对于这刚毕业的同学来讲，所以我觉得 considerate 其实也真的很重要。那个 HR 就觉得说，这个同学都有给我很明确的资讯，我不用花很多时间来看，那我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邀请他来面谈。所以这五个 C 我觉得
也是我想要送给大家第二个五 C 啊，又是五 C， 又是五 C， 又是五 C， 所以大家一定要站在 HR 的角度，没错，以及加上五 C， 所以可以来面试。那说到面试，我要问，通常面试的时候，方文哲最常什么样的问题呢 ？OK。好，这个诶，这一题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热门的。然后每次我们去办校园招募，我们只要把这个资讯一公开，简报一打上去，哇，同学就会拿手机出来拍。Oh. 对，那今天这个特别哈，也是大放送给你们。但是现在荧幕上好像没办法打哈，或者是会后可能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问问看怎么拿哈。那我觉得几个部分呢、啊，我自己归纳哈。第一个部分，通常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面谈者他会想要问的是，关于你自己、哦、所以他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哎，那请问这个你给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哦，这个是常常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别人都怎么形容你，哦，等等。那另外一个部分像是说，我自己常常很喜欢问人家一个问题是，哎，那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你自己？哦，你可以用 SWOT analysis 做你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SWOT。那为什么这题会很棒的原因是因为通常这题讲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的逻辑思考好不好，他有没有办法很有条理的去分析自己去讲自己、哦、那我自己常常会问的是，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常大家很喜欢问的啦，被问的说，哎，你过去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哦、这也是常问的。但我自己常常会问的是，因为每个人来都会想要表现自己吧，我就问说，那你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一个你过去觉得最失败的例子？哦、最失败的例子，我就问，然后他就说啊，怎么办？我好像没有这个失败的例子，但其实不可能嘛，一定都会有。那我想要听的是，哎，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对，你怎么去这个 bounce back？、哦、我觉得就 resilience 嘛，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因为。你每个人都想要去讲自己这个好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讲嘛，但是到底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可是有时候讲一个这样子比较失败的，对，困难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容易去展现自己的真实的 empathy 跟真实的自己的，所以这个是关于自己。那第二个部分大概会问的都是关于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说，哎，这个 candidate 到底对于这个 job 了解的程度。为什么？因为刚毕业的同学常常是这样，看到什么就都投，因为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好、哦，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来 apply 这个 job， 他说哦，我也不知道，就看到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啊，是看看，刚好我就来 interview 了。那通常这个答案大概就不会得分了。哦，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你为了要面对这些，例如说，哎，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你对这个职位了解多少？哦，然后你为什么想要选这个工作？在来面谈之前，你必须要做好你的功课、哦、你就必须要去看公司的网站啊，哦、然后去看公司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啊、哦，是什么？那我自己常常会问的是，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如果有机会进来，哦、你的 short term、mid term、long term 的 career goal 是什么？哦，对，但通常其实对同学是很难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是答不出来的。因为没有想过，还没想好。对，那其实我也理解，其实同学真的要有办法去回答这些问题，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比较有 ambition 的同学，其实他真的会去想，即便他最后的 plan 不是这样，不过他会去想嘛，哦，而不是说啊，我就先找到工作再说。哦，他可能会讲一个东西，这个计划可能会改变，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我们更 care 的是，那你到底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啦，我会去看，我会用这个部分去评估说这个同学到底是不是够 ambitious。嗯，哦，那最后一个部分哈，哦，这个我还要再大放松一下。哦，常常你们在台湾 interview 的时候可能会被问到一些你会觉得哎好奇怪的问题哦。哦，例如说，哎，请问你可以接受加班吗？哦，加班。对，你可以接受加班吗？然后有些公司他真的在问你。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的 business model 可能就会 require，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 flexible 的工作的方式。嗯，那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会想要去了解是这个人到底对于 work and life 的 balance 的看法是什么。Okay, okay. 那这个其实也会去改变一下，就是说这个透过这个机会，可能可以去让大家去
present 自己，他到底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 commitment 到底有多深啊？不过我觉得是类似像这种问题啊，其实大家如果真的被问到的话，瞬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以前这个网络上面都会讲，那 Google 会问你一件，去 Google interview， 他就会问你说，哎，请问从台北车站走到台北101有几种到的方式？那你想问这个问题，好像我也不会，对，可是他可能想要了解的是，哎，你的 logical thinking。你的 analytical skill， 你有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想出一些答案可以去回答、嗯哦、我觉得这个反而重点不在于那个答案本身、对，重点在于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态度，跟你怎么去有条理的去说服这件事情。因为老实讲，很多 interview 的答案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都是开放的，然后可能跟这家公司的文化、跟这个面试官他的风格、跟你 interview 的这个 position 其实是都会有关联的、比如说你如果去找的是比较比如说在 banking 里面 banking 相对比较 conservative，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去的是这个 FNCG 去就 retail、那他可能很期待的是Yeah， 比较 creative， 甚至有一点 crazy 的答案。但是你在 financial industry， 那他可能就会期望的是你必须要比较比较 conservative 啦，就是你对于很多事情，例如说，因为金融业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对于资讯的控管也比较严谨，他对于风险的管理其实也比较严格，所以他会希望每个人来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会像 retail 那样、但不代表说我们不要 creative 的人，只是说在那个表达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几个问题啦、对，常见的问题。对，好，那我们就继续到接下来的问题。没问题。那通常在台湾申请工作的时候，通常有韩语水平吗？汉语水平，会有，因为特别是针对这个侨外的同学，然后我觉得这个华语的，特别在台湾，台湾现在还是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大部分的公司也是，即便是在台湾的外商公司，你的中文能力也还是要好一点。那我们以我们公司来讲，然后其实我们都会也会要求，例如说像有一个叫 HSK 嘛，对，我记得没错的话 ，HSK 汉语水平，这个在每个国家应该都有，这全球都通用的、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一下这样的证明。那台湾有一个是 TOCFL， TOCFL， 对，那个应该是在台湾比较多啦，那如果你有考那个的话，也可以提供这样的证明。那我觉得比较真正更重要的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在 CTBC 有实习过，那其实也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你的中文能力应该是可以在台湾工作的需求，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去证明、那基本上如果你有能力进到 interview 那一关，用中文去跟他 interview， 其实也就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老实讲，我们对于例如说以 CTBC 来讲，甚至其他公司，我相信也是，就是大家本来就知道每个人有强项跟弱项嘛，那你们就一定会知道你自己母国的语言，英文能力也会很不错，然后中文能力也不错，那当然要求上面就不会像这个要求这个台湾人一样，就是你的这个就要像那个华语，就像母语一样，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啦，是比较困难啦。不过我觉得你们大家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就是反而其实是你们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英文不要太中文。只要是可以沟通，日常可以沟通，对，听得懂，那你们会进步吗？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potential to grow， 就证明说，我虽然现在中文可能没有像这个台湾人的母语一样这么好，不过没有关系，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可以很快就会进步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就会学到了，很快就会学到，很快就会学到 ，OK，OK， 接下来的问题。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外派到别的国家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看的是你这家公司它有没有在国外有没有 operations，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重点。但台湾现在有蛮多公司，其实在东南亚国家，在 China， 甚至在美国、欧洲，其实都有他们的 operations。所以如果你进到这样的公司，我相信是会有机会的。这是第一个点。那是不是一定？我觉得这个要看啊。
我觉得要看。那如果你加入的在你是在台湾工作，加入的是外商公司的话，哦，那我觉得这个机遇确实会比较大。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是你是有机会去 take international assignments， 哦，你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会比较高。那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机会应该会再更高一点，哦，因为很多公司想要害人，像这个台湾的这个侨外生，然后侨外人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看中你们的文化背景跟语言的能力，哦，所以派你们来，either 是你们要负责，在台湾工作，然后去负责海外的业务，哦，either 就是，欸，未来有机会你也了解这家公司在台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文化啊，哦，做事的方式。那如果你们也愿意，比如说要像我们的印尼这个 operation 大，哦，想要回去卡塔尔工作，哦，几年后想要回去，那我们当然都很欢迎啊，因为你们去，那你们绝对是一个很好的 bridge。对，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了解你们自己的这个 advantage 是什么，哦，你的优势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去想要去跟台湾的同学拿一样的事情去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务实的。你们应该要去思考是，你们应该每个人要做自己的 SWOT analysis。对，你们的 strength 是什么？你们的 opportunity 是什么？哦，那你们到底要为什么公司要hire你，不hire台湾的同学？一定有原因的嘛，哦，所以你们应该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回家就要做分析啊，好，要找最对你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对。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如何对为自己找到理想的工作？如何为自己找到理想工作？好，这题也，老实讲，真的很难。哦，这个不是只有对毕业生，我觉得对，即便是像我这样子年纪，或者是比我在 senior 一点的人，其实大家 always 都是在explore 这件事情。哦，不过我觉得从一个 HR 的 perspective， 我可以提供一些这个思考的方向。哦，我觉得第一个是说always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说 SWOT analysis 很重要？因为可能你自己觉得你适合什么，跟你做完这个分析之后，那你会发现，哎，怎么答案好像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弱势是什么，你的机会是什么，哦，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自己适合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哦，然后呢，再来就是说，那你期望你自己接下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 achieve 什么样的？这个 career goal， 哦，你的 career aspiration 是什么？哦，因为很多的人啊，哦，特别是在台湾啊，哦，台湾这个 job market 其实是蛮，我觉得是蛮 tough 的，哦，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薪水不错，然后你要过很不错的生活，其实在台湾是蛮 competitive 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人会为了进到大公司，哦，为了想要找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薪水，哦，然后但是他可能跟他自己的这个不太适合、嗯，那但是他为了要做这件事情嘛，哦，所以他可能就会去做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合适。所以还是回过头来我刚讲，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哦，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应该说这个特殊的观点，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很好的发展，哦，你真的想要未来可以这个赚到大钱，哦，然后这个做很大的事情，哦，那你也真的得要去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industry， 了解公司，哦，哪一些 industry 是比较有机会的，哦，例如说现在 fintech 科技公司，哦，科技公司，哦，金融业也开始转型，那这个可能也是你念 computer science，哦，你不要再去 Google， 不要再去 Facebook， 你搞不好到这个 banking 可能会更有机会，哦，因为你可能会做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类似像这样子的部分，我觉得同学也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哦，不要是说啊，我觉得这家公司很大，哦，我觉得这家公司很有名，所以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进去，结果你进去里面其实也没办法好好的发挥，然后这个公司可能很快的也就在市场上就消失了，那这样子也就不太好，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啦。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说，诶，那我到底要挑大公司好，还是我要去 startup 好，还是我要去local company 好，还是我要去 MNC 好？其实我自己这么多年经验下来，我觉得没有一个是一定好的。你看你，对，看你，你要去 startup， 对，你要去 startup， 那 startup 很快嘛，哦，很新，那你可能很适合很灵活的人。但是
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没有这么的 structure。嗯，对，它就没有这么多它的 step 这个它不是这么 stable 的这个 environment， 它变动很快。对，那这个可能就要看你自己适不适合了哦，要不然你觉得哇去很酷啊，那就事情就是不是这样的，那也不行。那你说要去大公司哦，那你觉得大公司哇福利很好啊，很稳定啊，什么都很好，可是其实你想要做的是你想要成长很快速、哦、你想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要有这么多的 limitation、哦嗯、不要有这么多的像金融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regulations 对、哦、哇那你觉得这个对你不是你喜欢的，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啦、哦哦、所以我觉得这是 be fair，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应该要去思考一下、okay. 哦、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东西，那这个产业到底能做什么、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的、哦、所以 again， 我觉得真的没有一定要进到大公司、哦、没有一定要进到这个国际公司、哦、startup 也很好，大公司也很好，那 pros and cons 你自己去衡量。 OK OK， 就是要找到你最适合的，最适合 的, 对的，所以显然是自己，显然是你的 industry。 Yeah OK， 所以接下来的question 会用英文。Okay, let's do it. Okay, 用英文。Can we request to have interview in English? 我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回答？英文好。I think you can request, but it depends on the company that you are applying for. Okay. Because if it's, for, let's say, for some companies in Taiwan, if it's a Taiwanese company, and then you say you want to use English to... interview?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realistic. You still have to use Chinese, because the people, the supervisors or the HR might not be able to use English, so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Mm-hmm. But if it's MNC or multinational company like, those foreign companies or the companies like CDPC or some internet. Taiwanese companies, but they got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n you want to use English, I think that's fine. But it also depends on the position that you are applying for. Okay. The position is for Taiwan market. Taiwan market. Probably English is not the best choice. Okay. Probably you have to use, for example, like in Taiwan. We speak Mandarin and also Taiwanese, right? Oh, yeah. I think some of you might be able to speak that in your country called Hokkien, right? Yeah. So if you can, you say, oh yeah, I can use Hokkien, then probably you will be a plus. No. But for some positions, a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sure, yep. You don't have to require, because the company will require you to use English. So okay. Yeah, it depends. Okay, yeah. Okay, oh wow, so plus point for me. Yeah. Plus point, yeah. Okay,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if I don't have an experience, what kind of selling point can I offer?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I think for fresh graduate, mm-hmm. We are looking for the potential. Mm-hmm. Okay, so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really got the potential to grow. Mm-hmm.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Okay. So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key point. And how to prove that you get the potential, I think you need to prepare all the supportive documents. Mm-hmm. For example, like for some capabilities, maybe it's, for example, like leadership. Okay. For example, like creativity. These are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learn from school. So you have to prove that you participated in extracurricular event a club, okay. Or like you do organization. Yeah, you're hosting a show, right? Yeah. So these are something plus point, and okay. Then you can use these two as your advantage. Okay. Yeah. Okay. So you should add something that you learned not from school. Not from school. Okay. And you have to prove that you can find the resources to solve the problem. Aside from the stuff that you learn from school, you still got something on top of tha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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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nderstand. Yeah. Okay.
Next question, if I have different major in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what are the job opportunities in Taiwan? Let me define the question first. I think for different major or different... The bachelor is like chemical engineering, okay, and master is business. Okay, okay, yeah, yeah, yeah. So in fact, nowadays, I think, you know, if you possess this kind of background, I think you will be super popular in Taiwan job market, especially in CTPC. Because, you know, for if you are a business major, probably the way you think things, the way you view things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you kno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or physics background. Oh, yeah. Okay.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something we call it, it's more like, you know, hybrid background. So yeah, so you got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then you can view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So I think it will be a plus. Okay. So I don't think it's a shortcoming, or it's just, you know, something really bad.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it's a plus. It's okay. A plus. It's very positive, and then you prove that you can succeed in different areas. Okay. And you know, you because of you got two majors, two totall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n that means you have different connections, right? So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business major in university, and then after that you got a postgraduate school in this major in psychology. Yeah. You know, probably you are a best fit for HR position. Oh, right? Wow, because yeah. you possess two different areas of knowledge, and you can apply it. So I think it will be plus. And if, for example, I'll just take another example. Okay. If you are a computer science major in a university, and then you enter into, let's say, finance for for your master degree. Okay. You know, normally, you know, we will just, give them higher salary. Not salary. I would say higher opportunity. It's not opportunity. Yeah, maybe. I mean, in terms of points, in terms of scores, usually we will give them higher score when we review the resume. Okay.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se kind of people a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you know,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Okay. Yeah. So it's very good. It's very good. Okay. It's positive. Don't worry. Yeah. Okay.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should I introduce myself first, or wait until the interviewee asks myself to introduce? I think, you know, you just wait for the question. I mean, just wait for the question. Yeah, just wait for the question, because not every HR asks that kind of question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Oh. Yeah, sometimes they have their different purpose, because maybe they just want to, maybe their style is very straightforward. So they already read through your resume, and they already know your background. So what they are expecting is to clarify some points that they want to know. So they will dig deeper on certain points. So self-introduction may not be very important in this, you know,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ut for most of the case, I think they will ask you to introduce yourself. But it's not for the sake of introducing yourself. It's because sometimes 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can present yourself well in a more, you know, organized way. Yeah, and if you are presentable or not, you know. So sometimes, and just a small secret. Sometimes, you know, it's a small trick for HR to, you know, buy some time. Oh. Yeah, because they probably are very busy. Oh yeah, yeah. So they probably haven't got enough time to review all the resumes. So they will ask you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help them get into the, you know, interview mode. Oh. Yeah. Okay. Yeah.
so sometimes, you know, the purpose is like that. So it depends, but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prepare their Mandarin, their self introduction in Mandarin and in English. Ooh, yeah. So both language. Both language. Mm-hmm. Yeah, so you have to practice. You really have to practice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fail at self introduction. Oh. Yeah, because they couldn't really present them well. Mm. You know, maybe they are not ready, but they are very good. Mm. So it will be a shame. Yeah. You know, because you failed, you know,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o it's like the first impression.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it's the time for you to gain your confidence. Oh, in the beginning. Yeah. So you have to present. Some people might want to present by, you know, simply introducing themselves, mm-hmm. but some people might use computer. You know, bring their iPad to demonstrate their portfolio. I think, you know, it depends on the way you feel comfortable. Okay. Yeah, you also can ask for, you know, for I also interview some people, they want to present themselves in PowerPoint. Mm. So they say, oh, can I use PowerPoint? You know, you also can ask prior to the interview, you say, I want to use, can I use PowerPoint to introduce myself? The reason why you have to ask is because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give them a surprise. Oh, you know, okay. You probably might need a projector, you need to use your computer, so you have to test the older equipments. But, you know, if the interviewer asks you,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And then you say, oh, yes, but I want to use PowerPoint to present myself. Okay. And then, you know, it will be a little bit, a mafan. A little bit awkward because everybody has to wait for you. Yeah. Yeah. So it's just some small tricks, but you just prepare. And Tell them before. So all in all, I would say preparation. Prior to the interview is very important. So you just wait for the question. You know? Okay. So if they didn't ask you, then you don't have to say, oh, wait. Oh. Can I introduce myself first? And maybe you will get it's very awkward. Yeah, awkward face. It's very gaga. It's like You do it. You know. Okay. So we should wait for the interviewee. Yes, you just wait. Okay. 那我们的语言时间到这里，谢谢德仁先生一一回复我们。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三分钟的休息时间，请大家在这段时间欣赏接下来的影片。中国信托的企业总部设在台湾台北市南港，结合办公室、商场及绿地，交通方式四通八达，搭乘捷运就可以轻松方便的抵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中国信托吧。中国信托是台湾最具国际化的金融品牌，在全球14个国家及地区设有服务据点，提供客户最完善的跨国金融服务。在我们的园区一楼大厅设有典藏公司文物及成长历史的文会馆，我们有舒适的学习教室，让同仁在开放轻松的空间中学习成长。我们拥有国际级的办公环境，更获得美国绿建筑协会最高等级的认证，打造宽敞明亮的幸福办公室，让大家可以舒适的在会议空间中执行业务专案。为了让大家能在工作与生活间获得良好的平衡，公司规划了多元而且贴心的各种设施。我们有设计感十足的图书室，藏书包括语言、金融、生活等等各式书籍杂志。我们有专业级的健身房，设有各种健身器材让大家免费使用，更设有交易厅等休闲空间，让员工可以聚会放松。公司每天都提供免费又健康的美味午餐，设有员工餐厅，每天都有三种餐点可以选择，
若是不想在员工餐厅吃饭，商场的美食街有更多元的选择，可以使用点数折扣的方式补助餐费，包含了各国美食、咖啡厅，选择超级多元。采买生活用品也不需要烦恼，园区有便利商店、超市，还设有洗衣店，让你在工作之余也能轻松享受生活。一流的环境设施之外，中国信托更提供最具竞争力的薪资、多元的福利、丰富的职涯发展机会，还有活力满满的社团活动。欢迎大家透过各式社群平台关注我们的人才招募资讯，一起加入中国信托。现在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阶段了，你一定好期待吧？对啊。那在这段时间呢 ，Darren 先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面试的三大错误以及三大成功的因素，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即将把时间交给 Darren 先生吧。Hello， 我又回来了哈。这个有这个三个，应该说有六个 tips 啦，就是面试的 tips 跟常见的错误的 tips。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大概都有提到，所以我这边很快的就讲一下哈。我觉得面试的 tips 哈，第一个一定要记得就是知己知彼哦，这个是这个中文的一个成语啦，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你也要知道对方，对方是谁，就是你应征的公司，所以 SWOT analysis， personal SWOT analysis 很重要，一定要做。然后呢，也要去记得你自己履历上面写什么，不要去 interview 中，然后自己写什么都忘了，这第一个 tips。第二个 tips 是想过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就像你考试一样的，你要去猜一下，哎，教授今天要出什么题目，你要先练习啊，然后去想一下，那你要怎么回答。那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你就会有准备，就不会觉得啊好像很紧张，或者是讲什么自己也搞不清楚哦。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 ，practice 哦，你一定要一直 practice。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对着镜子 practice， 你可以找朋友 practice， 在过程当中你会知道你自己的问题，你会知道你自己这个可能别人会看到你的缺点哦，是你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不知道。例如说，有些人讲话会这样子咬。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就会这样子摸，一直摸，一直摸。那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哦。那或者是有人会，甚至会做一些这个是他讲到一些东西，他的眼神就会飘啊，或干嘛。然后那这个我觉得都要练习啊，所以你一定要练习哦。那你自己就会有自信，你去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 comfortable。那你讲出来的东西，人家就会觉得哇很 convincing 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在面试当中，我觉得常常见到的错误，我觉得也不是。错误，然后就是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忽略掉一点。第一个，我觉得，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的形象很重要，你的 first impression。哦，那其实刚毕业，我认为不管你去 interview 什么工作，哦，我觉得你都一定还是要穿很 formal 的衣服，哦，甚至需要男生可能需要打领带，女生需要穿套装。哦，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 first impression 嘛。哦，除非你今天去的是这个 super free 的公司，哦，他一开始已经跟你讲说，哦， no dress code。哦，你不用担心哦，但也不代表说你可以穿短裤啊，你可以穿这个 T 恤去啊，哦，不是这样子，是 no dress code， 那你可能就要去了解，就说了解一下说，哎，那他们公司的人都穿什么哦？你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看起来人家就觉得哇，你这个就是像这个公司的人，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形象哦，你要保持一个正确跟专业的形象，适合那个产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哦。那再来就是你的自信。自信在面试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会决定了你的是否可以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刚毕业的人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你会觉得啊，我没有经验，然后我没有做过这个，然后 HR 问我一个问题，我不会回答，然后就啪垂头丧气。那你如果一旦有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 interview 大概也结束了。哦，为什么？因为表示你其实遇到困难，就是没有办法 overcome。哦，那你没有办法 overcome 这个困难，那你以后要怎么说服我？其实你进到这个公司，面对很多新的事情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办法去克服的呢？哦，所以自信心我觉得很重要哦，不要让你的表情啊，哦，都写在脸上哦。我常常会，甚至有些时候，我就是要故意，像我自己在interview别人的时候，我就是要去测试，哎，你到底有没有抗压性？哦，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 okay, 对， sure. 你会不会真的是under pressure， 你的 reaction 是什么？哦，甚至我有时候会故意，哦，我会去挑战你，我会一直去对 challenge 你说，哎，你这个问题回答不好，或是干嘛？哦，我想要看的其实是你的 reaction，哦，所以自信很重要，哦，但是也不要。You know, overly 的这个overconfidence，okay. 然后就好像表现得很 aggressive 这样子，哦，就是明明就讲错，然后就要硬掰，哦，这也不好。哦，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讲 interview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要认识自己，所以你可以 be yourself。Mm-hmm. 那很多人是他一开始他就是没有 be 就是他没有 be myself，哦，他一去的时候，哎，他就看主管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哦，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讲一些其实自己也不是知道，不是这么清楚自己在做讲什么，或者是也觉得也不懂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掰了一个这种题目，好，例如说，哎，请问你是一个活泼的人吗？那你就不是嘛，对。然后你就开始说，哦，没有没有，我超活泼，我超级活泼的，对，这没有问题，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结果主管开始问你一些问题之后，然后你就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其实你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哦，那如果你真的运气很好。还是录取了，对不对？录取的时候，那第一天就说：“哎，你不是很活泼吗？那你去主持一个节目。哦”或者会紧张、尴尬，对，那你的 probation 还是 fail 嘛，嗯？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想办法去这个迎合，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做自己，哦，不要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好像想要演戏，哦，我觉得这样演可以演，但是你不要全部都是用演的，哦，都不是你自己，这样子你进去之后也会很痛苦。OK， 好，所以我觉得三个 tips 哈，知识、知己知彼，想过所有的问题，然后 practice 练习、练习再练习。面试的过程当中，三个错误哈，形象不够专业哦，然后自信不足哦，然后再来就是没有 be yourself 哦，所以这三件事情也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嗯，哦，那所以就是要 be yourself， 要记得哦。那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oh, okay. 新的问题是吗？对，我念一下，梁恩先生您好，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有参加网络上上课，像 Coursera、Udemy、U Certificate 的，可以写在我们的履历上吗？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像 Coursera 来讲，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 popular， 而且大家都已经承认这件事情了，哦，所以因为你要上 Coursera， 有一些还是要考试的。哦，你要考试考，或是你去上什么 MIT 的这个 online 的这个 courses 哦，这个其实都是 OK 的哦，所以我反而会觉得有这种东西就应该要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愿意花你额外的时间，自己去补充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更难能可贵的，很加分的。嗯 ，OK， 哇，谢谢别人回复，嗯，谢谢您的回复，然后就是。我们的直播就是不知不觉一个小时了，就是谢谢戴仁先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非常精彩哦。那希望这次的直播呢会对东南亚的学生做一个很大的帮助，还有对要找工作的你的朋友们会好好找到顺顺利利找到工作。还有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在台工作的印尼朋友们，欢迎你们听听台湾 Boba Podcast， 以及如果你们想要找工作的话，可以看看 Berbita 的脸书哦。然后 Darren 先生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印尼的朋友们说吗？一定要 follow CTBC Careers， OK？ OK， 不要忘了。On Instagram， on LinkedIn， 哦，你真的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资讯的，啊，哦。那我想补充一下，就算你没有真的想要来 banking industry， 你觉得 CTBC，也不是你的 first choice， 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在上面还是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是可以帮助你们在台湾找工作，甚至在 career 上面其实是会有些帮助的。Okay.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这个 giving back to society。嗯，对，okay. 啊，那谢谢今天，我们下次见，下次见喽，拜拜。